lansan siddhi hum. Om Gur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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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nsan siddhi hum. 我们今天呢，讲这个自然的修行方法啊，自然的修行方法。啊，我个人呢是比较主张这个自然的修行方法。啊，我觉得我们修行人呢，是越合乎啊这个自然越好。那么在所有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，跟日常生活要配合起来啊，完全配合在一起。很多人以为修行啊是违反自然的，是违反自然。事实上，以前的这些行者也有很多是违反自然的修行。那么在这方面呢，有很多人的见解啊不一样，就在彼此之间的见解不太同。但我们正佛宗派啊是比较啊接近于自然啊，不违反自然，合乎自然啊，顺其自然。我记得以前这个我们读佛经的时候啊，看这个佛陀本身的修行，他有一段时间呢、也有做苦行，也做苦行。到了印度啊，我们在印度看到啊，这个佛陀的雕像，有那个饿的只剩下几根那个白骨了，排骨，这个排骨，那根本没有肚子，剩下这个皮呀、包着骨而已，那个色相都有，那个是佛陀本身啊，这个实施啊。他本身的自恶，也就是自己恶自己的一种修行方法。在印度还是有很多人呢、用这个方法就在修行，好像这个日食一餐，日食一餐呢、一天他只有吃一餐这个方法。但是日食一餐呢、在我们讲起来并不是说不可以，而是要你自己本身的体力，你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持你吃这个一餐啊，你的营养啊够你在一天啊日夜生活当中足够你，这是可以的，我认为这个是可以的。但是呢，这个营养不够的话，或者是你的体力不支的话，都是不可以的，那是违反自然。释迦牟尼佛曾经啊，他这个饿到剩下皮包骨，最后体力不支，那么就是有养乳的这个少女，这个供养他这个养乳，吃了东西以后啊，这个体力。他就恢复，体力就恢复了，那么身体啊就能够继续修行。那么饿肚子的修行啊，应该讲起来是违反自然的，应该讲起来是，至少你这个吃的东西刚好可以啊，这个符合你身上的生活的这些体力。我认为这样子才是对的，这个也比较合乎现代的这个科学。那我今天讲这个合乎自然的修行，我们宗派都是合乎自然的，不违反自然的。在现代人讲起来啊，在生理上啊，在医学上，你必须要去注重这个啊，生理跟这个医学，那么配合修行，这是现代的生活，跟古代啊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在印度啊，也有一种外道的修行，叫裸体外道。不管呢、啊，你是天气很热，天气很热了，裸体还无所谓。他天冷的时候啊，也一样是裸体。啊，甚至下雪的时候你也裸体，这个是违反自然的，违反自然的。啊，尤其你这个好像是说你哦。你是裸体外道啊，修行是裸体，那你就是跑到街上去走，这是妨害风化了。在现在啊，现在是行不通啊，现在是不可以的。那么我们啊，生活中啊，也不流行啊裸体外道呀，这一个不流行。你自己要裸体啊，你在自己房间里面裸体。啊！你在自己房间里面裸体，那么裸体是这样子的。有些裸体外道，他的主张啊是这样子的。他说，人一出生啊就是裸体的，只有人才穿衣服啊，世界上哪有其他的动物穿衣服的？要合乎自然，应该是裸体才对，哎。他有他的一套的这个道理啊。他说他礼拜佛菩萨是裸体的，表示他自己清清白白，一丝不挂，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家去掩饰的，不需要掩饰。那么他自己修出来啊，自己认为自己的身体很能够适合于大自然的环境，下雪天他一样裸体，不怕冷，哎，他有他的一套这个啊道理存在了。但是像这样子的理论啊，在现代来讲起来还是啊不适合的，并不一定说我们穿了衣服就表示掩饰自己，或者是自己有什么啊穿了衣服就表示虚伪啊，穿了衣服就表示自己已经有污秽，必须要掩饰，并不是的。啊，穿衣跟不穿衣，啊，穿衣服来讲起来是合乎现代的。那么古代也一样穿衣啊，只是你修行人突然间冒出这种理论出来，那是违反自然的。啊，违反自然的，因为现在全世界上的人都穿衣嘛。假如全世界上的人都不穿衣的话，那么我也可以不必穿衣。全世界上的人类都不穿衣服的话，我们也不穿衣服，一样嘛，那就是一种啊自然的。那么现在就是说，你不穿衣服来修行，那是违反自然。这个我们真佛宗啊。并不流行，要记住了啊！不能说哎，我们生活中流行，那就错了。所以这个要合乎于现代，啊，合乎于自然。在禅宗有一句话讲啊，这饥则食，你肚子饿了你就吃饭啊；这个寒则穿衣，您天气冷了。你就穿衣服，这个就是自然。你感觉到冷，你就穿衣服。那你肚子饿了，你就吃东西。困则眠，你身体累了，啊，很爱困，那你就睡觉。这是比较合乎自然的一种修行。